过去生得罪很多人，应该怎么来化解？原谅一切苦难众生，我们原谅他，诵经、念佛都好，回向给他，断恶修善，都把功德回向，希望这一生能够解开这个冤结，来生是念佛的好友，这个很重要。如果不念佛求生净土，永远化不了。自己回向是最好的，自己不能回向，家亲朋友可以带回向。他要拜托，依规我不会做，拜托你们帮助我做，要真诚，这很重要。没有真诚心没效，自己要有真诚，回向的人最好的关系人，儿女兄弟姐妹，那个亲情他能够观想。再说学佛的人比较好，他明白这个事理，不怀疑。没有学佛的人，他的坚固的执着，你给他讲都不相信，那个比较难，难一起做，效果很大。你们比一般人容易多了，主要是你们天天听经，甚至自己上台去讲经，那个不一样，不是听别人讲经，我听懂了。我回想那个要差一点，自己讲功力很大，家里面冤结很多，古人讲不是冤家不聚头啊，很有道理。你们会认识，会在一起，都是过去生的冤亲债主，懂得就是冤家要解决，这些冤家在我面前，我要把它解开，不能够解决，那很麻烦。解决用什么方法？方法是集结的功德回向给他，求佛菩萨加持，冤结解决，讲经教学授课功德都可以回向，一般人机会比较少，你们的机会多。最重要的懂得这个道理，自己懂得原谅一切伤害我的人，不再追究，不再怨恨，认真努力修戒定慧。修行怎么个修法？扩大自己的心量，化解一切的怨恨，自己修集的一些功德，愿大家跟冤家共同分享，这样好。